好，直播各位观众，现在农历春节就快要到了，那政院呢也定案了春节小三通的方案，但是其中就不包括台商中转的部分，对此呢也是引起了一些质疑声浪，说是做半套。这个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也做出回应，一起来听。我想我们提到的是这个中转的部分，好，中转因为涉及到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旅客会通过这个金门跟马祖，那我们所知道金门马祖的这个量能，他要处理这么多的这个旅客，尤其是在中国疫情现在比较在烧的比较厉害的时候，那所以这事情我们要非常审慎的去评估，那我自己个人的评估是他们的量能不足以因应这样子的状况，因为有很多的确诊者会到这个金门跟马祖，那当地是很难处理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像是公卫专家陈秀熙他也建议了一些配套措施，包括是可以把疫苗送到中国去让我们的国人施打，对此呢王必胜表示说不是没有讨论过，而是因为还要考量到这个对方有没有我们的 EUA 审查，再来就是要谁来帮我们的国人施打，所以目前他也表示说这个方案是比较难去执行的。以上想今天情形，把时间交还彭妹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尽好新闻。